いや、サイエンジャパン、サイエン、トミー、ペーター先生、あ、よし、ジョニューライライ、ジョンマラマ、おー、ハイメン、ジュンベイワンで、哦，这样吧，你平常不会这样吧？啊，是吗？为什么你特别装那么多东西啊？还有帽子，这样好吗？可以啊。你怕什么？你们不知道吗？我们当时去香港啊。对啊，有问题吗？哎，日本人，你们没看过吗？那个日本的节目，在香港最有名的日本人的排行，不知道吗？有关系吗？你当然没有在那个排名里面吧？对，第一名是那个木村拓哉，超有名的。对。但是第四名安室奈美惠，然后第五名三原惠美，谢谢。哦，谢谢。大家做的吗？应该电视节目也偶尔会做。不是，看一下这个。我真的，你看第六名。对啊，还有第八名。哦，你即使在香港的话，赢过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香港很有，但是我不能相信。我也是。为什么？这个调查应该做的。但我也其实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去过香港。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在香港的话，三月有不有名？8号两个影片，一个是跟很多 YouTuber 百万订阅的一起拍的超特别计划，第二个是我自己做的先例影片，大家一定要去看，有点纪念的两个影片哦，拜拜。等一下要去香港，所以我们这个拍摄是到香港的机场的时候开始调查吧，因为如果是大明星的话，这样的在机场也有粉丝们，有可能。然后现场开始临时签售会，哦，然后有新闻的报道，哦，就是香港很好的地方呢，我爱香港。哦，哇，有明星感，你已经有习惯的感觉。对，应该很多机场来吧，所以已经准备好。那我们看看吧。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拍，我不要拍，很危险耶，这里啊，不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人拍你啊，台妹吧，对啊，台湾人，最多不知道，也有问题，台湾人的吧，一定知道吧，但是我的话，不然香港人都是，所以那边有很多香港的欢迎扮演的，啊，真的，哇，有。我们拿好了行李，然后出口是那边啊，三院。很紧张耶！啊，大哥，这样吧，对，要练习广东话。对，很多人的，谢谢，这么欢迎我吗？现在还是早上啊，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了。就这样，看得到吗？那么多人当我，谢谢你。呀，香港也很好呢。三月没有，太顺利吧？为什么？你这个真的丢脸哦！三月啊，大家三月啊！等一下，托米，怎么了？为什么没有人看我耶？今天的我脱敏的颜色吗？不是，你有颜色。这个计划怎么办？悲伤的计划。但是应该现在的话，完全没有人抢到那个三元来香港。对，没想到的说吧。对，机场的话，年纪也比较高的人很多，然后外国人也很多。啊，西点去西点的话，很多年轻人。啊。真的吗？你刚刚也说一样的话啊？没有，刚刚的计算错了，但是这次真的。好，那我们去西点吧。香港的街，哦，下雨很大，对，为什么下雨？哦，你看，香港的美食，这是拉面，意式的香菇，有高级的感觉。美式的，哇，怎么了？你知道我 ？Yeah，You know me？Yes，movie star，movie star，Yeah，Yeah，Yeah，movie star。
You know my name? I forgot. How? Forgot. 他是哪里人啊？就是各种吃的，还有什么减肥。就减肥，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尝试了三天那个。Yeah. I saw. Wonderful. 你要不要合个照啊？好呀。合个照吗？嗯，可以可以。All right. She is one of your fans. Oh, so many fans in Hong Kong. So many, so many. Wow.What's up? 因为对，只有他知道，他配合。当时很高兴，终于。I am a famous Japanese in Hong Kong. Bravo. This is Japanese TV show. You know. 木村拓哉。木村拓哉。Yeah. 那富山雅治。富山雅治。啊，富山雅治 ，not famous singer. 安室奈美惠的 fourth one famous singer. 安室对对，安室小姐 so famous. 然后。汤圆会舞 ，He is so famous， 就是 me， yeah， surprise， 真的看过，干嘛真的？哎，就这样 ，surprise， 真的微妙的结果呢？就这样 ，surprise， 没有啊，没有没有，他们不知道你的名字吗？知道不？汤圆，汤圆，哎，怎么了？啊，不好意思，大明星，所以不要拍照。你好，妹妹，怎么了？你知道我吗？你是三元。啊，对对对，不是那个富山雅治啊，三元。我是台湾人。谢谢。怎么？每次都支持我。我有在看你们的影片。为什么你在这里？我来找男朋友。哦，原来如此。他是香港人。男朋友。他是香港人。那你知道我吗？我不知道，从他。为什么奇怪？那等一下，在香港最有名的日本人是谁？我都不看电视，我平常都是玩游戏。哦，原来如此。这里面有知道的人？对对，木村拓哉知道的。没有，只有一个。啊，他知道只有第一名而已，那没办法。我是这个第五名。我知道，我知道。本人本人 ，Movie Star。怎么样啊？对，很讨厌。怪怪的。怪怪。谦虚一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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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第五名，俊仔，不要说这样，干吧。什么？这个不是鲨鱼，我的眼泪太多吧？你的眼泪太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难得来香港，但我很丢脸。刚刚的开场的部分要剪掉，好不好？因为今天有点下雨天灾，所以大家都看下面这样。但是这样的话，我没办法回去台湾或是日本，不能去马来西亚，对，怎么办？对，我想在路上，想找还有一个人认识我的人，一个人就好，一个人就好，目标太低，只有一个人知道我就好。那挑战看看。三元啊，三元来到香港啊。三元啊，那个三元啊，第五名的三元啊，那个第五名的。那我叫人来嘛，你叫人来吗？哎呦！哦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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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哇！看吧，那个第五名的，你们知道我吗？知道。台湾的日本。对。你们是香港人，真的？为什么你们知道我？香港人也有看台湾的，哦，真的。那在香港最有名的日本人是三元，对不对？对对对。啊，对吧？哦，那我变成第一名。那可以告诉我，丢到三元的话，上到什么？哦，吃麦当劳，还有吃东西，吃东西的，跟一般的人类一样，吃东西的人。但是我的东西，谢谢谢谢，香港人也会看我们的 YouTube， 感谢你们，多谢，多谢。你真的是第五名，心痛。富山雅治，
上映会，这个真的吗？真的，应该是假的吧？相信我，他自己写的，我是第五名，不是那个认识的日本节目的男主人啊，我知道了，福山雅治也不那么有名，大家只知道木村拓哉，第二名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啊，差很多，对，对，差不多我是第二名 ，Yes， 谢谢，没有道理，第二名，还有地方的问题吧？没有年轻人的，我想去香港的西门町那种的地方，对，今天我们去的地方是比较成熟一点的，对对对对，很可惜，但是大明星不要找借口好不好？如果是大明星的话，到处都有粉丝，这个才是大明星，所以你也努力不过。我会继续加油。还有我跟托米也完全没有。对，这样的头发的颜色。只有男的染头发。我们三个人很明显。从里边来的红绿灯，没有人搭话。我们努力不够哎。对呀，继续加油吧。没错。男的很多香港人看我们的一片，那一定要继续努力吧。没错。那香港很好玩，就好这样的节日。这个是真的。对，有不有名不那么重要。这个也重要。我们都是这个人类，不是不是一样的。这个中。这个影片有名的嘞，不有名的一样。这个影片的重点是调查，就是你开始的调查，然后我们好好要努力一下。好，那一会继续加油，请多多指教，请多多指教。大家要知道哦，我的名字是木村拓哉，不要变嘞。哎，哎，哎。那不能哄起来，真的话真的不是。福山雅治，我就